Hello，大家好，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《勇者斗恶龙英雄集结二》。我非常喜欢史克威尔 Enix 这游戏啊，当他们以前曾经是史克威尔和艾尼克斯分开的时候，就非常喜欢，尤其喜欢 DQ 系列。可能是因为七龙珠一样的画风，鸟山明大师鸟大师的画风和那奇幻绚丽的世界一直很吸引着我，而且他的世界观也非常的正嘛，一直是英雄拯救世界，一直是爱与正义、友情，当这熟悉的交响乐响起的时候，可以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熟悉。回到那种熟悉的感觉。本作是英雄集结的续作。整体而言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在保持原作的特色的基础上，加入了很多新的系统和新画面的提升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开场动画。刚刚我们看到这位大叔就特别尼克，我相信很多跟我一样年龄的人曾经也玩过《GBA》上的《特鲁尼克大冒险》嘛，那是可是真是一段相当好的回忆呢。好，我们就跳过，因为我之前有过简单的游玩，所以我们就按照我游玩的那开始。进去跑一下，我现在是插电的状态啊，整体感觉还是非常流畅。为什么特鲁尼克有这么多啊？好多人啊！获得了一个传送石。哇，这好帅！
整体来说，这款游戏非常的爽感，有种类似于砍无双的感觉。哦，不再是那种很静态的，捏一下、围一下的感觉。哇，我中了什么东西？居然开始跳舞了！哦，这熟悉的升级音乐，我知道我们应该是一直往南。可爱的史莱姆，哇，这个女的是好厉害，感觉像魔剑士。再换一个巨腐女，叫奥尔尼斯。哦，这伤害好高。哇，这感觉是个小 boss。啊，我糟糕糟糕糟糕！啊，糟糕糟糕糟糕！这大家伙干掉你！是不是我控制谁，他就喜欢打谁啊？好，应该可以把他就地格杀。好难搞。哇，
终于干掉了。难道没什么升级什么的吗？我操！整体玩起来感觉好像无双啊。真的好像他们这个跳舞技能真的是好厉害，看一下地图，应该是往南。哦，又来一次吗？哦，开的史莱姆。干掉你！哦。可以看到他的血条的。哦，这是无双吗？我们已经升级了。是无双的意思吗？好的。终于来到了沙漠南边，有人呼救。哥们儿，我来救你了，哥们儿。那个被史莱姆围攻的男人。获得180点经验值奖励。这个红红的是什么东西？
入国许可证。这么惨，没有入国许可证，只能回去吗？哦，我估计就是刚刚那个说要休息一下再走那个人，跟着他应该就可以。真的像一个开放世界的无双。挺好玩的。怪物硬币，简直跟滚滚草一样。好搞的你。支援型、辅助型、变身型。裂开，哇，这雷云怪好难杀啊。笑眯。